廖君翔被狗仔葛思琪爆料，那日前在酒店帮朋友庆生，酒过三巡之后，居然跟现场的小姐舌吻，人夫跟好爸爸的形象全毁。为此呢，这贺君翔透过律师回应，表示贺君翔并未与任何第三人有逾越的行为。媒体之不实报道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活跟家人还有工作。由于呢，媒体呢没有先求证与散布不实内容的作为，贺先生深表遗憾，以及对捕风捉影之事会进行相关的法律程序以正视听，也谨勿以讹传讹。对此呢，葛思琪回应尊重，一切交由司法来决定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